可以不管。为什么？那个下礼拜五六日休息哦，下礼拜五六日休息哦，下礼拜卖到礼拜四而已哦，五六日休息。我爸说他礼拜三没有剩，礼拜四不要做了。啊，就他讲的，每次都不会成真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习惯了。对啊，那个下礼拜三四丰原有卖哦，下礼拜三四丰原有卖。那如果你们不知道丰原在哪里的话，打开 Google 的地图，打开 Google 的地图，输入中彰海王子丰原。中彰海王子丰原就知道丰原的地址在哪里了哈。Google 地图打中彰海王子丰原就知道丰原的地址在哪里。那如果你要知道乌日的话，就打中彰海王子乌日。那如果要去土城的话，就打中彰海王子土城。然后，我爸。桃园就中彰海王子桃园，嘉义就中彰海王子嘉义。第五市场就中彰海王子第五市场，就这样子。胜利你好，今天有鱼皮吗？今天有鱼皮吗？我要看一下啊。树莓子，有鱼皮。到鱼肉都有鱼皮啊。啊，鱼肉在哪里？鱼肉不在这。哦，也不一定呢，可能说不定早上就我还没来之前就说鱼皮都给我，那就没了。目前还没有啊。伟轩早，丝木鱼肚应该是没吧？丝木肚有，有丝木鱼肚，应该是一包一包的吧？对啊。陈轩早。士兵早，你知道二姐今天不会来哈？知道啊，二姐要去环岛。啊，你爸也环岛过，阿祖，你有环岛过吗？谁？你呀？我环岛超多次了。你是开车的，你又不是走路的。对啊。一个来收这些袋子，而且还不是自己开车。郑雄早，啊，你这么说的山。小峰早，立香早。哎，下次要什么？哦，好，去哪里？好，下一盒。大致的，保鲜了哈。
大公司啊。哎呀，病了。有没有找到？现在照桌面有什么哈？我看一下，好像鲨鱼烟、鲨鱼肠、大花紫大桃啊，大黄。他刚才说那香螺。香螺。很香的香哦。对啊。什么是香螺？你没有听过吗？香螺就在这啊。我知道。你没有听过香螺吗？我等一下照桌面给你们看哦。等我一下下，今天这些东西很蛮多的哈，应该是很多，不是蛮多的。我看它堆到前面来了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来。9点前卖完。来，先照一下桌面，我们看一下，左边的鲨鱼都看过了，来这边是黄鱼、蛙鱼，这是香螺活的。这不知道怎么卖，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拿这个，这是手卷帕刀啊，鲨鱼烟龙江啊，基姆三吃木鱼皮在这边，吃木鱼皮在这里，然后那是富贵鱼大花枝，花枝嘎拉在哪里？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，海螺老王几公克啊，没看到，这里台湾的嘎拉就是嘎啦，你是讲嘎啦啊，是嘎啦哦，无同款。博南，他是叫你今天要卖鲨鱼就对了。对啊。那一摊是你的就对了。对啊。你在旁边摆一摊卖鲨鱼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不是叫一个，叫这个落啊。哦。哎呀，我是大人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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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夸张啊！无啊，哟。玉峰早。我是打。新芬早。凤林早。等一下，每一个小时我要讲一次，下礼拜三次公园有卖，所以现在是7点讲一次，8点讲一次，9点讲一次。江油米早安，打 Google 地图输入中彰海王子乌日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哈。你打开 Google 的地图输入中彰海王子乌日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。
你们打中彰海王子乌日，那个 Google 的地图打中彰海王子乌日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。我们已经做好定位了哈。扇贝肉整包的吗？你要多少两包？整包的扇贝肉吗？我等一下问，现在不知道。注明他了哦。好了，另外一个来三只中啊，还呀，绿色哎，波南有扇贝肉一包一包的吗？扇贝肉有另外一种台湾贝，台湾贝，一个兰花棒，你要说兰花棒？兰花棒有，有啦，有，他放到你放那里。有，你是说另外一种台湾贝，没有扇贝，应该是另外一种，不知道你要不要，我也没看过。他说有另外一种，应该是新的，应该是新的高秀林刀。哎，真的？逼成这几个打开看。好。糖果卷它摆啊。我的香螺，香螺。没了啦。我看一下 Google 一下香螺哈，香螺怎么卖？活底香螺哦，真的，活的啊，香螺不用调味料就好吃了呢。这个活底香螺。这个啊，活体香螺，今天活体香螺，我看一下香螺的价格好了。香螺的价格，你怎么看 ？Google 啊，这样怎么卖啊？香螺。香螺，400是多少钱？哇，这个是转运香螺，那有什么转运香螺？好难查哦。香螺肉500克，234，一斤大概250，死的。值得一斤大概250。哇，也是大只小只哦，一只100的吧，这个。哇，你在这边，香鱼没有。哇，你在这边。哇，你在这边，你自己看一下大小哦。那个大概一只100的大，应该是一只100的。不怕那边打开豆浆进来。他没有冰的，喝热的哦。啊，你过来。靠近。啊。他没有冰的喝酒，喝的好。加钱一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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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钱
叫出来，快来！抱歉一下，谢谢。大小不符啊，那这是什么？脚，那是扔起来的球啊。文松早。老师，他早。哎，我来捏，你喊麦过。我来抓谁啊？阿泰，是啊，来帮我一下。我这个太重了。我切锅鱼。太重了。要把我捏捏。早安。咸酥鸡应该是有，咸酥鸡现在好像是他们主推的商品。喂，我有啦。我哪有咸酥鸡吧？咸酥鸡，看下边的吼。应该是有啦。冰库有没有剩啊？你冰库有剩咸酥鸡吗？咸酥鸡还有吧？有哈，有 ，OK， 有咸酥鸡。你要十包咸酥鸡哦，好，哇，你是不是有买过啊？直接拿十包，你是上次有买过十包？找两百黑林来，找两百黑林来。郭南，咸酥鸡一箱是几包啊？咸酥鸡24包了。有人要十包哦。谁要十包？等一下来拿。那所以34包就对了。对，有人要来拿了，等一下来拿。好，帮你留十包哦。咸酥鸡先包十包。十包对，要留十包。很好吃的，对，但是你十包会不会太多？你会不会吃腻啊？我很怕你吃腻。那也要火啊，金金啊。真是腻啊！他快吃完，一次喝完。你也金牛呀？好啊，现在要煮没？哎，你搞火啊，可以一直煮落来。你得，你上节目，你上节目都袂紧张啊？你看会紧张？笨啦，这是无好的。上节目啊，上节目啊，这有好食无？袂歹食。这安尼会紧张？又像，是蹦的，哎，休息的多啊，休息的。我是蹦十个人去啊。还没讲个几啊？不讲来了。上节目就不紧张了，人家看一下切鲑鱼会紧张。鬼都搞白啊！一箱24包，你要不要整箱都拿？差4包。鬼都靠羊鬼都。哎，那个咸酥鸡一箱是24包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叫他全拿好了，差四包，要不要全拿？那个国南咸酥鸡一箱全部拿有了。全部了。哎，只要一箱咸酥鸡。那这样就没。确定一箱？没有，那十包的换一箱。
叫谁去？